请帮我们按个赞哦。来看到啊，这个毁灭台湾计划挑起了民众的敏感神经，不过白宫出来没有正式的否认说拜登没讲过这句话哦，反倒是民进党现在是不断的帮忙跳出来说这个是假消息啊。先不说美国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计划，问题是民进党不断的战中搞到现在兵役延长，然后还要买布雷车，不就代表我们已经从原本的决战境外变成到家园成了主战场了吗？更不用说我们的护国神山已经被拱手送人了。所以说到底在民党治理之下，会不会其实所谓的毁灭台湾计划看起来我们至少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护国神山嘛，已经要被毁了，是不是毁台计划根本是现在进行式啊？毕委员，这个毁灭台湾计划基本上当然是这样，兵凶战危之下其实是擦枪走火，万一不小心它就会发生，那它有没有可能不要发生？好，所以呢，过去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政治人物不可以变成什么假道主啊，带着年轻人走向毁灭或是战争之路。我觉得这个现在民进党就是每次一直在宣传这件事情哦，我们那个中共多么的就是想要来武力犯台，所以我们一定要买什么？现在连布雷都已经要布到这个台湾的本土上面了。之前我们还在讲说啊，决战于千里之外，决战于境外之外，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还是一个口号。现在不是哦，活生生的，就是我们的国防部一定要买这个布雷车，要在我们台湾本岛上面去布到的。所以呢，还是要奉劝一下哈，政治人物真的不能够成为一个假道主，带着年轻人走向毁灭或是战争的之路，因为战争毕竟是毁掉一个世代，革命呢总是吞噬自己的孩子。我想这个是近代历史上面一直都是这样的悲歌，一直都在的。那美苏以前美苏对抗的时候的都有代理人战争，从之前的什么越战啊，越战打了20年，还有阿富汗最近2021年他才撤军的，这些都是代理人之争。那、啊、有没有在美国的本土上面战争？没有啊，好像是也是西兵的米西德佑嘛，对不对？所以美国就很喜欢玩这一套。好，现在的话。